南韩知名女团 TWICE 成员周子瑜的母亲开设在台南东区的咖啡店，近期竟然传出房东委托业者出售，而且开价高达 1.28 亿元，换算下来等于每平单价超过78万元，一旦成交将改写台南中古大楼店面最贵行情。消息一出，有不少人以为咖啡店要求售，子瑜妈妈也赶紧澄清合约还没有到期，咖啡店正常营业，目前店面没有打算要转让。墙上挂满南韩知名女团签名合照，女团成员周子瑜的妈妈开设在台南东区的咖啡店，竟然传出房东将以破亿价码出售。营运正常啊，都很好啊，对啊。这间咖啡店2016年七月开幕，开设在乌林31年住商混合大楼一楼，旁边有大型停车场，500公尺就是南纺购物中心，到虎尾寮从化区只有1公里距离。建屋162.42平，传出房东开价1.28亿元出售，等于每平超过78万。一旦成交，将改写台南中古大楼店面最贵行情。现在以东区因为有梦时代的加持，整体房价往上扬。像平时营区，光是住宅区的话，一平单价都成交在于50万以上。旁边有个停车场，然后又是大型店面，面宽也够，是比较稀有的物件。消息一出，让不少人以为咖啡店要卖。子瑜妈妈赶紧澄清，合约没到期，店面正常营业，没有打算转让。无论平日假日，都有不少人消费。再加上子瑜加持，粉丝捧场，经营相当顺利。虽然传出房东破亿出售，但目前房东买卖双方尚未定局，咖啡店也将继续营业下去。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。